9月23日，今日睇真啲。嗱，全球華人嘅保釣大行動喺日前已經喺唔同嘅地方正式展開咗啦嚇。嗱，咁代表香港咧開釣魚台嘅第一隻船保釣號咧，亦都喺琴日出發啦。咁今晚咧，我哋會詳盡為大家報道呢次行動背後嘅一切噃。咁究竟保釣號嘅最新情況係點咧？我哋嘅工作人員啊，就喺船上面打個電話翻嚟同我哋傾個偈。廖文慧有去嘅喎。係啊，咁我哋而家即刻去邊睇睇當時嘅情況先。唔該曬，廖文慧。咁喺琴日下晝4:00咧，咁我哋就出發啦。咁因為咧就我哋啲記者啊，同埋啲禁四隊嗰啲咧，咁就分別咧就瞓咗喺四個啊嗰啲 container， 即係嗰啲貨櫃咧就俾我哋咁樣噶。咁由於咧即係啲人啲行李啊同埋啲儀器咧就太多啦，咁就而且喺個貨櫃入邊咧都好熱噶，咁所以咧啲人咧就冇得喺入邊瞓噶啦，因為剩翻好少位嘅啫。咁就全部咧喺曬個甲板嗰度瞓。咁好在咧琴晚就冇落雨啦，咁就天氣都幾好咁樣。咁咧就咁另外咧就個個都係瞓曬喺出邊噶啦，呢個睡袋出嚟咁樣。咁由於咧嗰啲嗰個甲板咧就揾啲木板做噶啦，咁就譬如啲人行嚟行去嘅時候咧，嗰啲板就會壓啦壓啦咁啦，咁其實咧就唔係瞓得咁舒服嘅啫。咁但係都好過冇啦嚇。飲食方面飲食啊，都係嗰啲噶啦，粥啊、白飯啊，咁就碎牛肉啊，有啲菜啊，同埋啲魚咁樣啦，就係我就發覺琴晚同今日咧都係一樣，都係嗰啲咁樣噶啦，咁就比較簡單啦，咁就味道就相當之一般噶啦嚇。相當之一般。不如講講琴日沖涼嘅情況啦，咁就由於咧就有。廁所咧就有即係洗手間啦，就有兩格咁樣啦。咁另外沖涼嘅地方咧就有水喉嘅地方咧就可以即係俾你哋沖涼啦。咁但係其實咧又太多人啦，咁就都唔係咁方便噶啦。咁而且嗰啲譬如有幾個女仔咁樣咧，就譬如有一個就係專係俾佢哋沖涼咁樣啦。咁但係咧就玻璃嘅，咁就要揾人咧喺度看住啦，咁俾佢哋沖完涼先。咁另外我哋咧都冇辦法啦，咁就又有船攞嚟攞去又唔～即係沖涼都幾麻煩嘅，咁就洗下頭啊，抹下個身咁就算噶啦，都好難即係話可以正式咁樣沖涼噶。咁沖涼嗰個有幾多格到啊？即係其實咧就有兩三個地方啦，咁就係有條水喉，咁你就自己我嚟肥下整濕咁樣就算噶啦。咁死隊咧而家佢暫時咧就有15-16人咁樣到啦。咁今朝早咧佢哋大約8:00咁樣啦，就有個搶灘嘅練習啦。咁嗰啲敢死隊就學習咧用嗰個橡皮艇啦，同埋爬嗰啲梯落去咁樣噶。係咩人？啲香港啲市民嚟噶，係自愿噶佢哋。咁就係諗住咧，到時就有三個步驟咁嘅。第一咧，佢哋就係要去到嗰個海域嗰度啦。咁睇下呢步得唔得啦。咁第二步咧就係要上到去嗰個釣魚台嘅。咁第三咧就係要插到支中國5星期喺上面咁樣嘅，就係佢哋嘅三個步驟咁樣嘅，咁睇下佢哋希望啦，最低限度可以做到第一步啦。一條紅色嘅頭巾，反中一心，反中一心，打倒日本軍國主義，打倒日本軍國主義，保衛釣魚台，保衛釣魚台，誓死保衛釣魚台，誓死保衛釣魚台。一件綠色嘅戰衣。口号声、欢呼声响遍中环，5星期同环额满布整个皇后码头。因为第一艘以港人名义策动、以捍卫国土为目的嘅保钓号货船正式启航。保钓号出发嘅誓师仪式咁喺琴日朝早11:00举行，而大批市民咧亦都手持横额、大喊口号到场声援。喺香港出发嘅首航，中国领土。17位參與遠征保衛釣魚台的戰士，他們都頭戴寫上保衛釣魚台的紅絲帶，身穿印上打倒日本軍國主義的綠色 T-shirt。 而中國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亦都有到場打氣的。穩行平安歸來，將我們的經驗、寶貴的經驗跟他們交流，因為我們不是只有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直至到我們能夠將所有的釣魚台拿回來在我們中國人的手中。之後保釣號咧嘅召集人陳旭祥更加以一幕衝過三條白線的街頭劇，
象徵今次能夠成功勇闖三關，咁喺釣魚台插上我哋國家嘅五星紅旗，而激昂嘅誓師儀式而隨之結束。我哋打倒日本嘅軍國主義！口号和歌声护送之下，一行十七人的保钓勇士连同记者船员亦都正式踏上这只驳艇出发。全球华人保钓大联盟的战船保钓号已经蓄势待发了。虽然天文台就预测未来一两日在汕尾和钓鱼台的海面风速就会高达五级的，但对我们一班保钓人士勇闯钓鱼台的雄心是完全不会阻挡到的。他们这班人除了有决心有胆识之外，领队陈旭祥更加以一个象征意志的生命球激励大家的士气。我们是会100%投入100%勇闯险境的，这个叫生命球。在任何时刻当我们去冒险泛滥的时候，我们呢是胆大心细，一切方面呢都是要做到最好的，这个叫生命球。所有保钓人士登上停泊在九龙城的保钓号之后，这一只驳艇亦都再次回到皇后码头接载船上人士的亲友出海送行。经过海事处和海关上船清关，保钓号随即松开扣在浮标的铁链，而在起锚之后，保钓号在下午4:00正式启航。这一艘32年船龄的保钓号即将就会载着一班保钓人士和记者直闯钓鱼台，他们的行程会由香港出发，经青州再到台南，预计3日之后就可以到步了。在行驶的途中亦都不停有其他船只响号和保钓号打气的。下午3:00有一班热心的市民来到柴湾的岸边送别这一艘载着全香港市民希望的保钓号。虽然初初聚集的人不多，但是当保钓号开出的消息传出之后，亦都有过百的市民来到鲤鱼门出口的这个位置和保钓号送行。保钓号其实只不过是一个货船，咁计埋啲船员啊、保钓人士同埋记者咧，咁足足有成70多人噶。系啦，咁喺只船度咁多日啦，咁唔知佢哋嘅衣食住行嘅情况又系点样嘅咧？系啦，我哋前日咧就特登系上个保钓号睇过啦，唔好讲咁多啦，咁而家即刻带大家进入呢个保钓号嗰度睇真啲。好，今次负责运送17名保钓壮士勇闯钓鱼台的保钓号，建造于1964年4月，已经是有32年历史，属于单层散货船，全长78米，排水量是2800吨。而今次保钓大联盟预计系会租只船15日，租金就要30万。正所谓三军未动粮草先行，究竟这一班保钓敢死队在船上是丰衣足食定是苦过弟弟呢？我哋即刻去睇睇。由於全船連埋17名參加者、41名記者、19名船員，總共77人，而在呢個貨船上邊度過6日漫長的保釣旅程，所以大聯盟方面在上個星期六已經準備了好一箱箱的食物，足夠他哋吃半個月嘅。下面有很多食物，有菜啦，有肉啦，有水果啦，有咩食物是足夠的，問題就是怎樣煮得好不好吃我就不知道了。看來6日行程裡面一日三餐都離不開這些食物。而食水方面，雖然船上面有海水化淡設備，食水供應可以為源源不絕，但有關方面顧慮到參加者可能飲不慣這些水，所以也都準備了100噸清水那麼多，足夠全船人飲用一個月。咁睇嚟食物方便冇乜問題啩？咁又唔係喎，因為船上面咧只係得一個容納20人嘅飯堂，所以每晚佢哋都要分兩批進食，都幾麻煩噶。咁另外，由於船員唔會提供膳食，咁所以參加者同埋記者都要分工合作，輪流負責煮飯嘅。而煮食嘅地方就係大家而家見到嘅呢一個，只係得50尺嘅廚房。咁啊，坦白講啊，啲廚具好似又唔係幾乾淨。衛生情況都不太好啊，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預咗船上面的膳食方面就不會太好，大部分參加者和記者都自行帶備一些即食麵、餅乾和清水。而休息的地方亦都不是那麼理想，由於這隻船不是客船，房間只得幾個房，一間就給幾名準備搶灘登陸的突擊隊隊員睡，而另外一間就給隨行7名女記者住。
其余的人就只可以逼在四个120尺长的货柜里面，狼狈情况可想而知。房间是差一点，如果要跟出海这几天，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很辛苦，就是住得不舒服。参加者除了要忍受恶劣的居住环境，他们就算想冲下凉去下厕所都不是那么易。来看看这个浴缸满布污渍，在这里冲凉都要想过先，而厕所也都因为坏了而封了。所以船长就下令在甲板起了两个临时厕所，让他们可以多个地方冲凉。其实食住都是其次，最重要都是救生设备。由于今次参加人数众多，所以特别就加设多几十件救生衣和救生圈，保障参加者的安全。今次勇闯钓鱼台行动始终是有一定的危险，如果有起事上来，驾船和参加者有什么保障呢？在船的保险一透露出来之后，就没有一间保险公司愿意接受。人的保险来讲，最初有间保险公司都可以考虑一下，但到后来曝光了，个个知道了，咁佢亦都拒绝了。所以目前来讲咧，就是两样保险都冇嘅，船咧就冇保险，就如果真的出了事的话咧，呢个亦都是一个嘅行动一个很大的担心嘅样嘢。咁因为这条船来讲咧，个船东佢开价个底价咧就是$500,000，如果真的整唔见咗佢整烂咗，佢系要赔嘅呢样嘢。咁我到时嚟讲，真的出了事啦，我哋就翻到嚟咧，就是要再向各界嘅筹款嚟支持呢样嘢。今次的行程咧，咁啊睇落係危險重重嘅，所以參加今次行動的人士咧，都要經過嚴格的挑選嘅噃。係啦，咁到底佢哋係何方神聖呢？咁除咗呢一班勇士之外啊，聽講啊，掌台呢一隻保釣號的船長啊，哇，都大有來頭咁話。究竟佢點樣大有來頭法咧？我哋即刻嚟一個保釣號成員大檢閱。咁究竟咧上裡面有啲咩嘅成員啊？咁個船長咧，究竟係咪真係啊玲玲講得咁犀利咧？嚇！我訪問過，你訪問過，咁啊麻煩你一陣間就帶我嚟睇真啲，其實船上面咧係咪即係嗰啲設備都好簡陋下嘅？係啊，其實咧，我哋話即係啲水咧帶上船嚟先有一沖涼嘅，咁同埋帶啲食物啦，帶箱箱嘅公仔麵啊。咁其實佢哋個環境好惡劣嘅，譬如得兩間房啦，一間房咧就俾啲保釣人士去諗住沖上灘啦，咁另外一間房就俾啲七名嘅女記者嘅。好啦，詳細情況係點咧？係啦，即刻去片睇曬。今次參加保釣行動的17名成員，清一色是男裝士，來自各行各業，最後生的是24歲，最大年紀是有成63歲，全部都經過特別挑選，成為保釣號17壯士。要帶領這班各有技能、目標一致的壯士直闖釣魚台，當然是需要一個有分量的人物。他就是保釣號幕後黑手特級船長魏立志，看見班保釣壯士誓師勇闖釣魚台，魏船長決定出一分力，親自出征。我覺得幾大的挑戰性，所以最後做完這一部分之後，另一部分我會發覺到，如果真的隻船可以出海，但是沒有一個適當的人帶領，可能去到那裡功虧一篑，所以我就迫於來說又要自己親自帶手船出征。擁有12年航海經驗，今年52歲的魏船長自信擁有足夠的航海和船務的管理經驗，不過今次的冒險行動就令到他的太太很擔心，就覺得有很多的憂慮啦，明知即他這樣去的話就是很多危險，不是那麼簡單，但是都為到即是那麼多市民去支持這件事啦，我都覺得到衷都是話他一個人去領導都比較好很多的。船長一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所以在昨日一早就去到教堂崇拜，接受教友的祝福和鼓勵。當魏船長接受過教友的祝福之後，在朝早11點鐘他就來到中環的皇后碼頭這裡參加起程之前的誓師儀式。現在壓力非常之大，怎麼說現在的心情一定跟剛才不同的了。剛才不同了，是沒錯。現在覺得怎麼樣？現在就是激昂一點，開始要出門了，開始要真的踏上征途了。在激昂的情緒背後瀰漫著一片離愁別緒，臨面前的一刻，魏船長一家人都顯得依依不捨。自己嚟講，就嚟起程啦，有冇啲咩説話吩咐仔仔啊，或者太太咁樣？乖乖地讀書，應該一個禮拜。船長，你個大文件攞出嚟。兩個，一聲就嚟攞到啦。好啦。
你仲有咩承諾同太太講？我一定會翻嚟嘅，一定會錫個仔嘅，翻到嚟。除了有豐富經驗的船長帶領外，保釣號一班壯士究竟有什麼策略可以在釣魚台搶灘成功？傳聞他們已經準備秘密武器執行今次這項重要任務。下一節回來我們會繼續同你睇真啲。亂世孝明君，陳登改寫呂布命運。吕布此人不除，仲为大患。丞相若果出兵，我当为内应。我料其居心叵测，将军需小心防范。吕布除了冇人格之外，原来他又冇脑袋，冇进步，所以咧佢被时代淘汰咗。我哋已经中了陈登的奸计啦！陈登，我誓要杀你！《三国演义》超智版今晚10点。全球209个目的地，让你体验真正梦想假期。今日英航，航先天全球，天下是一家。人哋嘅干炒牛河，哇！大家乐嘅干炒牛河，你睇即叫即炒，好明显啦啦。晚晚仲有齐炒饭、面饭、任君选择。大家乐系100分至好食。实力掌握将来，爱立信。李锦记 XO 酱为你带来不平凡送礼心思。李锦记 XO 酱礼盒，气派非凡，贵赠亲友，宛如金龙献瑞。李锦记 XO 酱礼盒 ，XO 级送礼艺术。你愿唔愿意许下承诺？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逆，都要好好照顾佢。我愿意，保证准时。系，否则缘银奉还。UPS 优惠上一个价钱就寄到重达25公斤嘅货件，专机运送，保证准时到达，否则缘银奉还。UPS 优惠上速递重件尽享优惠。你愿意保证？我愿意。喂啲咁嘅嘢我食，好坏牙噶喎。不过有些 BB 就冇得拣啦，食埋啲含有蔗糖的奶粉，咦，好似食糖咁啊！呀，我妈咪就醒咧，俾我食安英宝，因为在主要畅销奶粉里面，唯一佢冇蔗糖，而冇蔗糖就可以减低对蛀牙及牙齿发育的影响。唔食安英宝会唔会好似我依家咁咧？安英宝唯一全无蔗糖，美赞神人生健康路，照顾每一步。为咗应节，本来三尖八角嘅，哎呀，都可以变成圆氹朵。原本沉沉实实嘅咧，都可以晶莹亮泽噶。冇错啦，系超群白玉冰沙月啦，唔单止有榴莲味同栗子味，仲有大王绿豆蓉同大王百年蓉。呢个节日又点少得独一无二嘅超群白玉冰沙月呢？欢迎大家翻嚟第二部分睇真啲。今次咧挑起香港人的保釣行動，始源於7月份日本政府容許右翼分子咧喺釣魚台嗰度樹立燈塔開始噶噃。再加上日本外相前田恆彦聲稱咧釣魚台就是日本領土，咁致令整個行動升級噶喎。係啦，今次保釣行動可謂萬眾一心啦。上船的市民大致就68歲，細至25歲，即刻睇睇。今次行動最後生的就是25歲司機方裕源啊，佢仲係專程請假嚟添。但點解你會即係咁愛國啊？又會參加今次嘅活動咧？覺得而家係呢個活動啦，係喺而家嚟講係最激烈嘅咯，咁應該支持咯。以前咧有冇同屋企人商量咗嘅？屋企人一半一半啦，就冇商量過一半一半。有一半
去，咁你都要招去咯喎，咁點咧？咁我而家嚟到呢一度啊，梗係要照去噶啦。既然年輕力壯，就應該一齊幫手嘅。不過原來今次18位參加者當中，超過60歲嘅退休人士就有2位喎。啊，佢哋都可謂有心啦。嗱，呢2位老人家年紀最大嘅咧就係68歲翟寶全先生。咁據佢講啊，佢今次參加呢一次嘅行動係唔俾得人知噶。屋企又唔知喎。唔知啊？你瞞住佢哋？瞞住佢哋啊！我而家喺大陸。話同一班老人家組織嘅老人家團喺大陸話嚇，佢啲信我，我唔敢話俾你聽，話俾佢哋聽咧，可能佢唔俾我參加，唔俾我參加咧，就等於我好似我想做嘅嘢就做唔到啦，咁我就好似失望啦，失望咧，不如我係騙下佢哋啦。啱屋企人都要去，一定有重要任務要做啦。我要攞支旗上去，我要求，我想攞支旗上去拆個，要咁高拆咁高啊！你個釣魚台。而另外一位老伯伯就係63歲嘅譚成佳啦。嗱，我哋星期六咧就見過佢嘅噃，咁佢已經表現得好興奮，仲話一早已經有準備添。梗係啦，譚伯佢後生嘅時候咧係前華籍英兵，咁又做過海員，又幫英軍做過司機，而家退咗休就做護衛。啊，咁你話啦，係咪夠資格有突咧？嗱，喺出發嘅當日一早啦，咁我哋咧一早就去到佢屋企，咁睇下佢準備成點樣嘅噃。咁今次執咗啲咩去啊？你照佢個上面咁講咯，組織委員會講啊，帶水袋或者帶張籤去咯，因為你始終你要冚噶嘛，有時夜晚。最緊要係要帶啲咩去咧？帶個電筒啦，逢係落船一定要電筒嘅，因為原因咧船上佢唔同岸上啊嘛，岸上嘅。就算你冇電咧，都有第二度飛條電俾你啊嘛，船上冇噶啦。咁你變咗咧，對自己係好唔方便。其實你今次上船咧，最主要目的咧，想達到啲乜嘢咧？日本仔今次做係唔啱啦，我相信香港市民都知噶啦。咁而且日本仔根本上咁做啊，即係我覺得佢即係，所以佢俗語話真唔抵得佢。我唔係歷史學家，我唔識分，好多日中國嘅係唔係我又唔知。但係換句説話啊，始終個島都唔係佢嘅，所以我對呢件事咧。覺得佢真係好幼稚，我先係出發嘅啫。坦白就話，今次佢參加保釣行動，佢屋企人咧都好支持佢，完全係冇阻止嘅。不過至可惜嘅就係佢太太喺佢出發之前幾日就翻咗廣州噃。啊，不過唔緊要啦，打個長途電話上去同太太講聲咪得咯。喂？係。邊位啊？啊！早晨，阿咩啊？我贏啦！啊，係啊，成雞啊！係啊，早晨。早晨。我，因為亞視咧，嗰班同事咧啱啱到咗。哦。咁佢好有你，好有你嗰個心。佢話同你太太傾幾句啦咁。咁啊，我家係同嗰班亞視咧喺度傾緊偈。哦。咁我係準備出門噶啦。哦。咁你自己咩啦？保重啦，你。好啊。你自己小心啲啊！得啦，我梗係小心啦。我諗住都係呢幾日翻噶啦。呢幾日翻啊？哦，系咁啦。好啊，你自己保重啦。好啊，好啊。好啦，一切準備就緒，要起行啦。咪住，嗱，坦白話，佢仲有一樣好重要嘅嘢要做嘅噃，咁就係飲咖啡啦。嗱，佢平時啊，每朝早咧5點幾啊，就會起身沖個凍水涼，跟住咧就一定要飲翻杯黑啡，咁啊，跟住再做12個鐘頭工作都頂得順啊。咁所以佢今次上保釣號啊，係信心十足嘅。係啦，茶餐廳老闆同伙計知佢出征嘅話，要行動支持佢。阿坦白咧，佢啱啱就話想上去釣魚台咯喎，咁你哋點啊？支唔支持佢啊？支持佢啊！我支持。支持。你有冇諗過自己都想去嘅先？我啊想去啊，不過冇時間啫。我哋唔得閒啊嘛，做生意啊嘛。你哋講得佢咁支持佢咁好啦，咁啊啲餐請你哋請先。好。請我飲茶啦，真係飲茶。嗱，飲完茶，我哋就陪埋坦白一齊去到中環皇后碼頭啦。嗱，雖然今次出行咧，太太同埋兩個仔啊都唔可以嚟送佢，咁不過佢話帶住個仔送俾佢隻手錶啊，就好似見到個仔一樣咁啊！啊，你睇下，坦白戴啲紅頭巾真係好醒目喎，喺船上不斷向我哋揮手啊！啊，不過今次年紀最大嘅翟生仲未見噃，唔通佢真係遇到乜嘢阻滯咁樣？係啊，佢最後因為健康理由而退出嘅。我哋仲喺電話度咧同佢傾過偈，問佢近況點嘅。你身體有咩毛病啊？你而家？而家就係
腎石啊，係啊，我大約住出嚟啲，唔係，但係你身體咁樣，慢慢一痛起嚟嘔噶嘛，上一次送急診室。我而家唔係英雄，我而家變到九紅噶啦。哦，唔好咁講。其實你想唔想再去㗎？如果有機會。如果有機會，呢個身體好咧，我身體 fit 咧，我就會去㗎啦。嗯，其實年紀咁大都咁有心，已經難得㗎啦。咁翟生又唔使太自責嘅。咁其實除咗翟生之外啊，仲有一位張先生都係臨時退出嘅喎。咁點解咧？感到好遺憾咯，因為自己只腳咧，真係醫生咧就叫我一定唔好去啦，因為只腳咧好辛苦啊。但是在最後關頭啊，為大聯盟策劃今次保釣行動的吳文光先生決定臨陣出征嘅。咁聽講佢上船的時候只係帶了一包餅乾同埋仔仔的手巾仔啫。咁期間咧有人退出，有人臨時上陣。咁至於今次的保釣行動是點咧？18位羅漢之中原來就因為有人退出，有人加入咧，變咗17位。嗱，17位壯士之中原來就將會挑選7位就作為呢個敢死隊，主要負責登陸同埋拆毀燈塔的行動啊。咁究竟情況是點咧？即刻去片睇睇，唔該。还我钓鱼台！香港第一代勇闯钓鱼台的保钓壮士肩负住历史任务，特别组织了精锐的保钓敢死队。你是怎样即系挑选出嚟的呢？一定他会识游水啦，或者有其他的技能，好像其中一个咧就好中意攀山嘅。咁啊喺钓鱼台嗰度有可能佢攀石攀山咁样一个啦。有一个是成日玩惯嘅水上的快艇啊、电单张即系嗰类嘅。咁我又选立咗佢啦。即系一定有各方面嘅技能配合嚟，我哋呢个系最先决嘅条件。佢哋嘅年纪由几多岁到几岁？应该就40岁以下，20岁以上啦。嗱，呢個就係敢死隊嘅隊長黃偉明，佢會連同6位敢死隊隊員同心協力策劃登陸嘅工作。敢死隊連同其他嘅保釣壯士，會朝住佢哋嘅任務而進發，實行嚴峻嘅3大行動。行動一：視死如歸。保釣號喺琴日4:30由鯉魚門朝住台灣南部鵝鑾鼻出發，估計需時10+小時。當他們到達了鵝鑾鼻之後，就會視乎當時的天氣和時間，才決定由台灣海峽進入釣魚台，並由台灣西面進入釣魚台，全程估計需時2.5日。不過據估計，保釣號應該在9月25日星期三最接近釣魚台海域，亦即是正面同日本交鋒，屆時他們就要進行第二行動。行動二：突破封鎖。日本在星期六發布消息，表示任何船隻進入釣魚台12海里海域範圍時，海保廳就會向船隻發出警告同埋攔截。若果船隻置之不理，繼續長驅直闖釣魚台3海里範圍，海保廳就會採取實質行動展示實力。但邊方面嘅實質行動，日本方面就話會就有關嘅情況作具體處理。嚇！咁到時候保釣號咪好危險？佢哋有啲咩策略咧？但係講我係想登陸，佢係想唔俾我哋登陸。咁喺咁嘅情況裏邊咧，會有好多嗰啲捉迷藏嘅遊戲。佢追我，我走，或者我睺佢唔揾到我嘅時候，我自己選擇一個最適當嘅時間，咁就登陸上去。同時間，佢哋為咗加強機動性，仲添置咗一系列嘅武器，用作搶灘之用。呢架水上單車相信主要係俾敢死隊隊員衝破日軍防線登陸釣魚台之用，咁而呢隻橡皮艇就可以載6人，方便聲東擊西嘅策略。我哋有2隻嘅登陸用嘅快艇，都好相當高速嘅。咁啊喺有一部水上電單車，但估計水上電單車咧係唔係主要登陸，只係分散佢嘅注意力嘅咁嘅啫。咁啊，到時可能會有其他嘢，我就唔知啊。即係可能會去到某一個接近嘅時候咧，可能有啲人要潛水啊，咁成等等。呢個就要睇呢幾日嘅個訓練嘅情況係點樣。如果訓練得好，大家做得好嘅時候咧，先就開個小組會議，大家決定喺邊一個地點登陸，邊一個時間登陸等等咁嘅事情。我所知道咧，佢係有3至5隻嘅軍艦喺嗰度嘅啫。如果你以12海里嘅範圍畫個圓圈落去咧，佢3至5隻軍艦咧，幾難會完全截得到我。其實呢班保釣戰士從未受過任何軍事訓練，遇上呢次咁艱巨、咁嚴峻嘅行動，對佢嚟講可以話係好大挑戰。其實今次嘅行動咧，最危險嘅最危險咧就係個風浪嘅問題。如果天氣唔好咧，風浪太大咧，因為可能橡皮艇啊或者水上電單車好容易會反嘅，反咗之後咧，大海茫茫咧就好難拯救，因為我哋本身嗰個設備咧未必可以足夠
船长会策划一系列特训，装备好每一个保钓壮士。他们每朝早七点钟会做运动，强身健体，而且要会学习在保钓号行驶期间将快艇放落海面，同埋在风浪中学习驾驶快艇登陆钓鱼台。行动三保家卫国，当保钓壮士排除万难，成功突破封锁之后，他们就会拆毁日本灯塔，重新树立象征中国的五星旗，展现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但若果你不幸被日本方面拦截，咁佢哋又会点呢？我哋呢次嘅旅程咧，系以安全、以呢个安全同埋都系以呢个和平为目的嘅。我哋会强调以和平嘅手段，因为我哋系冇军火，又冇武器，所以我哋唔会同人哋硬冚嘅，大家明白。转头翻嚟，我哋会睇下各大传媒响保钓号嘅采访装备，以及睇真啲工作人员喺船上嘅情况。平时他们已经不敢见人，为什么在深宵时分依然没有人关心？僵尸节筹委会会长僵尸道长发动全港市民加入平反大行动。十月七号僵尸节准时九点，到时收起灵符同木剑，打破彼此误解的防线，试下接纳他们纯真的一面。十月七号僵尸节，在这一日拎出你的同情心。这一日是作为父母最骄傲的日子，对每个新生命的到访，我们都衷心说声欢迎。而对这班父母，我们亦献上无限祝福，因为一切的欢乐都会同呢个标志一齐而嚟。十六队冠军足球劲旅，数十位国际著名球星，强者碰头，激发亚洲足球最灿烂火花。星期日上昼十点半，本港台好儿童 J League 全接触。各位，西环山道发生严重车祸，造成两死十几人受伤。其中出事的大型校巴压住一架电视台的汽车，冲咗入山道一个建筑地盘，两架车差啲跌咗落去。消防员到场，用钢缆固定架校巴，然后抢救被困的两个男人。消防员用咗两个几钟头，先至将佢哋救出。但送院前已经不治，出事校巴的司机和车上十几个小学生都受伤送院，部分小学生还害怕到不知所措。十一点钟会有详尽的新闻报道，到时见。系咁刷，系咁刷，要刷清牙罅污垢，有洁齿健，它的 APC 洁晶粒能深入牙罅，将牙垢彻底清除。加上圆珠刷毛的洁齿健牙刷，刷得更口爽，牙齿更健康。灵芝植物洗护系列含丰富果酸，深入发丝，滋养呵护。果酸仲令头发好靓，有果酸嘅灵芝系健康啲噶。灵芝植物洗护系列。正众生元气，大韩民国正官庄高丽参。正官庄天心宝及高丽参元现已上市。每个成功故事的背后，总有一股原动力。推动我哋嘅力量来自你，为你做的必定要出色。数码通。每一次牵你的手，总是不敢看你的双眼。
是找个能否潇洒的脸，给我个温暖的家庭和一个燃烧的爱情，让我遮住门的背影，坚守诺言，携手向前，国卫保险。我要部理想的录影机，一定要画靓声靓啊。录影机都有显示屏，是星宝天眼液晶显示屏录影机。哇，又是星宝牌啊 ！Sharp idea。嗨，我是大家熟悉的金宝啊！经过改良的全新鸡茸粟米汤，唔知有一级嫩滑鲜鸡啊！哇，好滑啊只鸡，仲有精选的金黄粟米，比以前更加香滑浓郁啊！金宝粟米汤系列，款款真材实料，金宝汤好味道。国际间的商业气候往往变化莫测，平静的会议随时会晴天霹雳，引发起狂风暴雨。联合航空心灵此道，因此特别为你预备殷勤亲切的空中服务，提供宁静舒泰的空间，令你在暴风雨前后得到真正休息。联合航空，温情洋溢的天空。雀巢助长奶粉含有符合美国 RDA 标准的丰富微养分，例如维他命 A、 钙质和铁质，给到一岁或以上 BB 均衡的养分，令 BB 骨骼强健，眼仔精灵又醒目，全面打好健康的基础。锡 BB 多啲，信雀巢多啲。大家翻嚟第三部分睇真啲嗱，經過統計咧，今次除保跳號出發嘅團員當中咧，佔咁三分之二咧就係傳播媒介工作人員嚟噶噃。係啦，講起傳播媒介咧，嗱，平日啲記者咧為咗採訪第一手嘅資料咧，就已經出盡八寶啊。但係今次啊，佢哋要逗留喺公海成六日咁長喎，咁佢哋又有咩辦法可以將第一時間嘅消息送翻嚟香港咁咧？唉，咪就係全靠你帶上船嘅各種先進嘅通訊設備啦。咁而家即刻去片去睇真啲。唔該。传媒科技埋身战，六日行程都在茫茫大海，普通传送器材都冇晒计，大家为了抢先将第一手资料传送翻香港。在出发的前一日，全球保钓大联盟就要安排传媒先上船视察环境，预备呢场传媒大比拼。大会有见及此，咁亦安装了一套卫星通讯设备，方便各传媒使用。你仲有卫星通讯设备 EMASAT A。EMASAT A 就可以是一条线的，可以打电话、打 Telex 同埋 Fax 是但一样，但不是同时间去的，因为个船咧从来冇设计会有咁多要求的。保钓号上有成三十一间传媒，每次得一个机构用，咁间间保管都差不多时间截稿，咁用乜嘢争崩头噶？所以大家都早有准备，搬定所需的器材上船，十分大阵仗。各位观众，传媒科技埋身战第一篇之图像篇。因为普通相机的相咧唔可以即时传送翻嚟，所以有传媒就用到最新的数码相机，将信息直接输入电脑，就可以经卫星第一时间传送翻嚟。第二篇之声音篇，平时我哋用嘅大哥大速度咁远，已经系死晒火，咁所以要靠卫星电话或者系高频传讯。不过租用卫星咧，每分钟要成60蚊噶。而高频传讯是透过一条20尺长的天线，加一部远程无线电收发机就可以跟香港联络，而且只需要6蚊一分钟。不过这种方法会受天气好坏而影响传送质素。这场传媒过来先进器材当然不少得，不过负责采访的同事都要有出色的表现才得嘅。而我哋又派出廖文慧同埋一名工作人员，带我哋一起去见证这次历史性的保钓大行动。嗱，喺琴日我哋到場之後，就喺大會報道，咁仲即時寫好自己嘅名牌，咁代表住將會全程投入今次嘅行動。因為今次嘅採訪不但時間長、環境惡劣，而且仲要面對一切不可預計嘅突變，咁啊絕對係一個困難重重嘅非常任務。希望即係憑住意志可以克服得到啲困難。嗱，希望廖文慧你哋能夠排除萬難，安全翻嚟，帶俾我哋嘅珍貴片段。保钓号上的第一天，嗱呢一日大会安排派发所需的物资，大家好有秩序去领取。
之後大家將分到的物資和自己的財物放在他們未來六日睡的地方，一個原本只是用來載貨的貨櫃。而領隊陳旭祥就顯得非常繁忙，周不時要乘著船周圍走，以便調動一切。而其他保釣人士的士氣亦沒有因駛離了之前的人群而冷卻，相反更不時搖旗喊口號，更顯示他們保釣的決心。本來隨行有位外國記者，不過到最後因環境和安全的問題而退出。不過在一班男記者當中，仍然有7名女記者，一名日本記者都隨隊出發。保釣號在一片的歡呼聲和汽笛聲之中，終於是成功啟航的。到底跟住落嚟嗰幾日，佢嘅命運會係點樣嘅咧？我哋一齊拭目以待，睇真啲啊！嗱，而我哋嘅同事咧會繼續喺個船上咧，咁啊用呢個衛星電話咧，咁繼續報導今次行動嘅最新情況嘅喎。係啦，咁啊想知道保釣號上面嘅最新情況，或者香港咧發生緊啲咩咧，就要真係密切咧睇留意睇真啲咯噃嚇。嗱，就好似講翻今日中午啊，就發生咗一宗嚴重嘅交通意外，就喺香港山道嘅，咁啊造成2死10多人受傷嘅噃，而家即刻睇睇。